来搅，同志们，这叫预备式。表面上是预备式，里边还没做好。做好做到什么程度呢？自己的体重垂直下降。所谓八面支撑，前后左右和鱼角，不偏前，不偏后，不偏左，不偏右，这叫八面支撑。适度的放松，抬起胳膊紧张，它会影响气的通路。松多了为泄，也是误差。既能抬起来，既能保持八面支撑的身架，又不多用力，这就是适度。达到，这是丹田的部位，肚脐下停着三指的海心，这个部位呢感到充实饱满。脚底所谓是脚底生根，就是脚底很重，胸部很轻松，头脑很安定，然后开始站，两手发掌，胳膊发掌，后来全身发掌，要有这种现象，表明这个站桩就做好。